遇见幸福蒋欣豹受演艺真开放，但最大的惊喜却是他太意外。其实从蒋欣登场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暴瘦了很多，虽然身材还是依旧，但是脸蛋明显的小了一圈，所以他饰演的真开放也挺符合的。主要也是真开放是个单亲妈妈，在我们看来她的生活是一团糟的，而且面试的时候还被歧视，独自带着一个孩子生活对女人而言确实是个考验，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。毕竟她已经超过了35岁，职场法则注定是对女性有点不公平的。而这部剧很多网友是冲着蒋欣还有郭京飞看的，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想必看过《龙门镖局》的小伙伴们都知道邱璎珞这个角色。没错，她就是这部剧里郭京飞的老婆赵雅茹。可惜我们看到了她这么多年来最显著的变化，那就是发福了。想起当初她在《龙门镖局》里和郭京飞的互动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而且还挺有 CP 感的。